就取黄河死万古，我的火葬有神仙，一步跨过贵途湖，两步来到老鳖湾。黑老娃子上门姓，走开！好险，差点翻了。张嘴！龙王面前还敢冲忌讳？师傅，冲忌讳真的会发生怪事啊？怪事太多了。有一年夏天呐，鱼头湖有人坏了规矩，半夜里却断头崖放船，结果当晚黄河一夜间断流，河底出现了一副比房子还大的鱼骨架。啊！朝天狗，不好，要变天，快乘船。好，稳住了，稳住。师傅，你看，叫人！船帮自建立以来，淘沙、归葬、捞尸、守墓四派就已在黄河上传承。支流沙，通货运。安民生守祖训一直是船帮的使命，每逢五荒临近，此日不放船是船帮的规矩。但昨晚赖老把头师徒二人私下放船，遇见了千官过河，死在了老鳖湾。山行山道，水行水路，腋下金水，河神发怒，咱们船帮能传承上千年，靠的就是知进退，守规矩。既然河神发怒了，我们就得拜神祭河。肉酱帮来嘞！小斗爷，听说河边正在拜神祭河，你咋还不去？着什么急？河神爷可不待见饿死鬼。再说了，这拜神祭河得讲究三兵三道，一道鬼，老师将军孟婆谷。二道神，归葬师爷走鹰船。这最重要的呀，是三道人。所谓淘沙客长寻龙尺，七星镇河即未来。甲子空王天雷遁，龙虎玄龟东北风。今天西北四五九，今天西北四五九。大毛生阵，送神牛。是。吴总，你看那是什么？大家小心！
剩下我。怕什么？这是条鱼吗？我大当家的，不能激怒他。放手！你放！别听他们说。欠你一条命，不过也幸亏姚儿冒死捞你上来，不然呢，就是阎王爷收了你的命了。活人不用守，放心吧，醒了，日子就长了。大当家的，咱们杀了20几个弟兄，死了6个，这件事儿。镇上的人都知道了，对船帮的看法很多，他们都说您不配当船王。大当家的，外面有个洋人，我谁都不相信。他说是你朋友，叫弗莱德。跟他说我不在，把通缉。哎，郭老板。听说个闯着回来的兄弟说，河里最近可不太干净，老赖头师徒好像是被淹死的。可不是嘛，这陈同牛祭司又激怒了河神老爷，要不是小朵爷，船帮这次得死不少人呢，怕是犯了河里的太岁喽。就是，船帮要完了，以后这放船的营生啊，可不好做了。报告。
诸位，近日镇上有很多风言风语，有针对船帮的，也有针对古某的。原因为何，想必大家心知肚明。船帮苦难，济河出事，我古某身为船王，责无旁贷。所以，古某为大家寻到了一个发财的好机会。我的好朋友弗莱德弗老板，8年前在龙王岩走失一批货物，他恳请我们帮忙，将货物找回来。事成之后，必有重金酬谢。洋人，使不得。对呀，那老船王不就是帮那个什么德意志造新船，才蛇沟里的吗？是呗。对，这洋人可信不住啊。就是，不能信。诸位，福老板是我多年的好友，他的人品我来担保。你拿什么担保？船王名誉。出现任何意外，古某卸任船王。不行，龙王岩的位置时刻在变，水势大而凶险，船难覆于其上，是有去无回的境地。去年我门下前去捞尸，曾遭遇突然出现的龙王岩，死伤惨重。因五矿临近，雨水丰沛，河水无法快速流入江海而形成回流，龙王岩便会出现。眼下马上又是五矿日，此行必万分凶险。人命不可轻贱，我不同意。洛门主说的对，我们不能白白送死，给老杨毛子卖命啊！对呀，对呀。陶师爷，王师爷，低头看看你们脚上穿的鞋子，想想家里还在饿着肚子的孙子孙女，你们怕死，你们质疑我没关系，但你们忍心看着船帮的子孙后代跟着一起饿肚子遭罪吗？这是这次行动的定金，事成之后给你们3倍。另外，弗老板还准备了最先进的装备，我也会派出船帮最好的船，确保万无一失。这里还有一张弗老板事先准备好的地图，确保大家此次平安归来。此事已定，无需在意。你这是拿船帮兄弟们的性命当儿戏。我是船王，听我的。浩软，我们走。是。是。走爷。大当家，这么好的活儿，当然得去了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有钱不赚，纯属傻蛋。有人出钱出装备，金灿灿的金条摆在面前，干嘛不去？你有事瞒着我？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富贵险中求嘛。我贱命一条，死不了。那你考虑过别人吗？爷爷那边我会去跟他解释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
想好了？想好了。那张图上有一颗眼睛，和小时候父母留给我的硅谷龙牌一样。我想去试试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一直在追查你的身世，甚至不惜放弃船王的位置。龙王眼的一切，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。剩下还能查到什么，就看你自己的了。爷爷，我要是死在龙王眼里，就没人给你养老送终了。一条河流到哪里，由不得自己。也许流到了大海，也许流到了山沟里，就干枯了。我活了这么久，活够了，也看淡了。倒是你，此行凶多吉少，你务必多加小心呐。宗训道：龙眼藏经，千官起。水土相合，变金龙。两仪轮转，阴阳现。眼开水行，金书剑。表明我们船帮和龙王爷有莫大的关系。是。之前也因连年战乱，导致船帮立信之本金书铁卷惨遭遗失，此行吾辈当团结一致，信守祖训，船帮才能屹立不倒。老海的排琴，三路神仙可在？在在在。淘沙寻龙分进寸，捞尸黄泉鬼见愁，归葬班门神仙府，三仙归洞拜龙头，三仙归洞拜龙头，即刻出发。船上情况怎么样了？一切顺利。行，照顾兄弟们，抓紧时间。好。老谷，来了。先往这儿吧。来了。看到了吗？这都是大不列颠的装备，绝宝，文武一时，大不了就颠呗。孙远哥，哎，抬把手呗。啊。现在大家都说，小岛爷是不是船王的船王？这让我怎么当家呀？自古船王多劳碌，我呀没那操心的命。行，等这次回来，我就给你安排个安逸的工作。一言为定啊。嗯。没想到你也来帮我了。我只是不想看到有的人回不来。顺风坡，东南十二里岔路杀鬼。东南十二里岔路杀鬼。岔路杀鬼。这么简单的东西就可以认定方位啊 ？Extraordinary。你懂什么呀？啊，阴阳风水八卦斗秀，都是简单的大道理。切。哎，要不你给爷整点银票子？爷爷再给你展示展示点新奇玩意儿啊！哎，你们看，怎么回事？要现身了！现身了！什么呀？现身！天哪，这就是断头崖！
这地方太鬼了，我们不会真的被断头吧？呸呸呸！你们别胡说。师姐，张某，抓紧时间穿行道，别耽误了。是。准备好了，放心吧。嗯。高级货，这个叫潜水服，能下水50米。洋玩意儿在这儿不管用，这里是黄河。哎哎哎哎，这是水费，看见没？啊，鹰钩鼻子鸡毛装，哼，龙王爷面前装鸡毛呢？就你这玩意儿啊，龙王爷他不认。来了。
我去，这玩意儿吃什么长大的？传说铁头龙王是靠吃河里的尸漂生存，所以体型如山，十分巨大。小董爷，你别说了，好恶心啊！龙王也下鬼门关，大家打起精神来！是。从这儿到对面大概要30步，得上家伙。搭电梯。是。迅速通过。老谷，那我先带路，注意安全。吴总，这地儿不对劲儿啊！这不只有鱼骨，还有牛羊头骨，甚至还有人骨。人骨？多年前黄河改道，有不少河面上的村落都被埋在了河床底下。洪涝灭村呐！可怜呐！如果有野兽侥幸能够存活下来，这儿应该就是他们进食的地方。大家一定要小心，小心点。走，注意安全。你也是。这里都是吃剩下的骨头，那我们不都是食物？哎，没事，阿软，有我。师姐，阿软，阿软。有怪莫怪，有怪莫怪。
我不知道哪儿方便。吓死我了都。你方便。蹲下。我操，这他妈闹鬼呀这儿。这里有古怪，所有人小心。是是是。还有这蜘蛛，个头还不小。我管他是鬼还是蜘蛛，吓唬阮妹妹就不行。舞蹈，你看见了？老杨猫待的好地方。这太他娘的邪乎了！不行，咱们都得走，我们一起走。等一下，地少的挠咬死路一条，只有往前走才会有活路。所有人听我的，不许退！一个人拜把子，你他妈算老几呀、啊、你？哎，三两，别冲动。够亮子。
抓紧时间找出口。 看起来年代已经久远，古人忌讳死落，附近应该有机关暗门可以出去。所有人，抓紧时间分头找。 早知道这样，该多少钱都不能来啊！安静。这上面有12个点，是12道机库，也就是说有12把锁层层嵌套，能解吗？我试试，你得配合我。好。玄武为龟蛇一体。 如果我猜的没错，应该要将二者内的锁一一对应才能解开。龟下为亥时，逆转之后对应的是坎，坎对应的是什么？辰时。 抢到了，师姐，成功了！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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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
你们先去探探路，有什么情况立刻汇报。好，走。先是地哨子，再是蜘蛛和怪鲢鱼。这不是一个寻常的地方。刚刚才水道的地势，咱们怕是进入了古墓里。你说呢，三驼？三驼，洛阳，你没事吧？ 怎么这么严重啊？真不应该来的。十二岁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劳师溺水，他们都说我死定了。为了这句话，我活了。17岁的时候。 他们都说我当不了老师们的门主，为了一口气，我当了。现在明知道来这里可能会死的，但为了一个人，我来了。 吴董，我只想要你一句实话。三徒，你就当我已经死了。洛阳，我来这儿是为了我的身世。弗莱德带来的龙王眼、宝藏资料，有和硅谷龙牌上。 一样的眼睛图案，我想，或许来这儿能找到我娘。我得知道我是谁。我从来都不在乎你是谁，为什么要瞒着我呢？我想让你活着。只有你在，我才能好好活着。
小豆爷，陆门主，前面没路了，只有一条拐子楼，我们不敢进去。以后再敢一个人走，我饶不了你。带路。 墙上的材料和地面的花纹来看，这像是邯郸墓室，估计这离我们的宝藏不远了。等一下，他刚才说这是墓，你竟然带着穿帮的兄弟来盗墓？这一定是个误会。误会？早干什么去了？来的时候怎么说的？只是帮老羊毛在龙王岩捞货。现在死了这么多兄弟，我都还生死未卜呢。 你竟然还想着和这个老羊毛去盗个球的宝藏！三娘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回去找五斗。不行，现在必须统一行动。三娘，兄弟们死了，我作为船王最为心痛。听我的，先找到出路再说。哼，三娘。 死尸这么多，看来有不少人来过这里。应该是土地龙，当年黄河改道也摧毁了不少古墓，这些古墓都被埋在了河床底下。很多土地龙打上了古墓的主意。 动了！
现在我们只有一条活路，就是利用重量的不同，把人挨个送到上面去。我需要所有人配合我。一、二、三。 二然，你听我说，一会儿我数到三，你就跳啊！不行，你不走我也不走。阿软，我有的是办法啊！来，一、二，行，你快躺下来，我们等。不行，我们得先救他们。 再给我耽误时间，我就把你第二船绑混渡债的事都弄出去。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我不是跟你说过，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下个月会把账还上吗？哦，不是这样，是债，你欠我的赌债。我现在没钱。是是是。哎呀，我听说现在船绑的情况很差。 顾老板可没少挨骂。怎么说呢？如果他们知道船王要用船帮偿还赌债，弗莱德，你别逼我。朋友啊，我不是来给你打架的，我是来给你送钱的。嗯。 你竟然把船帮卖了！你不配做船王！要么他们死，要么你死。我。
悟道，悟道。中了噬孤毒，陷入了幻觉，现在没事。这些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接连破了我们的鬼垒术和墓里的机关，不是柳子，也不是盗墓的土地龙，但也不是什么好人呢。山爷爷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赶过去看看，不能让他们进入禁地。嗯，走。这是历代守墓门门主的往生之所。老师将军陶沙克，鬼葬师爷守墓人。我从前只听门里长老们提起过，这么多年却从未见过。门里的其他人呢？我们守墓门世代都守在这儿，死多生少，到现在也没剩几个人了。啊，师姐姐。你们为什么来这儿？我们是为了找人。
你怎么会有这个？这是守墓门少女信物，你认识？你怎么也会有这个？这是我小时候，我被人在河里捡到时就一直带在我身上的，我想应该是我父母留给我的。我来这就是为了寻找我父母。阴归阳龙，天地相合，原来这是真的。是哥哥，是姐姐，你们跟我来。好，走。这是上一任守墓门圣女水仙师傅的无字碑，龟骨龙牌一共有两枚，只有守墓门的圣女才有资格保管。一枚被传了下来，另一枚被水仙师傅放进他儿子的襁褓中之后便失踪了。水仙师傅他是唯一一个不顾门规和外人相恋生子的人。法术黄泉，以死祭祖，不得留名，不入族谱。快追！这边快！这是门内大忌，可师父却闭关偷偷把孩子生了下来，但最后还是被发现了。守墓门的门主是圣女，不允许嫁娶生子，一旦被发现要处死祭河神。娘，这是守墓门的信物，还是物归原主吧。我们和大唐家族散了，还有些城邦的兄弟，辛苦师妹帮忙找一下。师哥哥放心，有山爷爷在，只要他们还在这儿，就一定能找到的。放心吧，包在老朽身上。多谢。我们这就分头去找吧。就是前边，终于被我找到了。等一下，你一直都知道龙王爷下面是古墓，对吧？没错，但是又怎么样？你我要的都是在古墓里的宝藏，金灿灿的，闪亮亮的宝藏。你在利用我！城邦祖训，任何人严禁盗墓。No， 我是在帮你呀。可你这是在逼我杀人呢！如果被其他人知道，我就会被城邦除名。如果我出了事，你们也不会有好日子过。那就多杀几个人吧。除了我们，没有任何的人能活着出去。是不会泄露秘密的。愤怒会让一个人失去理智的。顾老板，在你的眼前是数不清的金银财宝，身后是几许当你的穷鬼船王。你是个聪明的人吧？
龙王宝藏，终于让我找到了。什么门人在此？谁敢踏进一步？传帮禁地，严禁入内。师妹，住手！住手，师妹！大当家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吴桐，什么情况？啊，自己人，自己人。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，传帮传王，顾大当家。传帮守墓门苗琪儿，见过传王。守墓门？难道这里就是传帮祖地？正是，祖地是禁区，我们守墓门一生守在这里，不得踏出祖地半步，也不允许任何人踏入禁区半步。对，祖地和古墓都是传帮禁区，祖规不能违背，就此打住，咱们回去吧。哎，阿阮他们呢？三两呢？不知道，我们走散了。走散了？那我赶紧去找他们呀！给我站住！我付了钱，你必须现在就拿我的货，我的货就在那里。不行，我不允许。这可是我跟你们船王古老板出发前达成的协议。船王的命令，可用不得你们。我看你们谁敢动，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。你到底想干嘛？规矩人定，如今船帮有难。有些牺牲是必须的，让开，这是命令。顾勇，是。
走！
往里站一点，往里站一下。啊，对对对，笑一下啊！我这样行吗？啊，可以吧？来，过来，近一点啊！来，来，来。